情一心马呀，是非一心猪呀。哪有人在这里读书？人义礼智，归人外孝我呀，我各有志呀。人义礼智，归人外孝我呀，我各有志呀。先生，这句话是啥意思？您详细听啊。正常的啦，啊，像我这种人，到我都做圣贤。孔夫子有弟子三千，圣贤是无分年岁甲职业，每一个人只要愿意尽力修养，拢有机会会当做圣贤。原来是安尼哦。一公。人生本来就是善良的，安先生讲，每一个人拢有福相。这人生与福相，敢那是同款的道理呢？唔好啊，唔好啊！阿兄，天瑞，代志唔好啊！怎样？古庙的佛堂火烧起来啊！什么？
金光镜，国庙和尚带你唔紧出来，都是得到这经书哦。这佛经是真重要啊！经若烧掉，伊也会用搁再抄写。你若无命，是要怎样念经呢？对，你讲的嘛是有影。我拄只呾拢无去想着，我干呐想着这个经书，是甚物人救我出来哈？这是，就是这位小兄弟呀。是啊，就是伊啦，多谢，多谢，多谢你。你一定是观世音菩萨派来救我的。哦，不是啦，我不是菩萨派来，我。多谢，多谢大家的帮忙啊！多谢。我代志，我代志，我代志，我代志。啊，多谢，多谢。文公，你代阮代代，阮不替咱忙啊！千万唔通安尼，千万唔通安尼。人若平安无代志就好啊啦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请问文公贵姓大名？我姓罗，叫做慧玲。原来是罗公主啊！哎，唔通安尼啦，你唔免叫我罗公主，叫我慧玲就好啊。小弟死人命寂寥，我看罗公主，你唔是阮家的人，不知公主为何来到周秀川呢？我想要去祈求洪梅东山寺参拜弘忍大师，唔才会经过恁家。你是讲东山寺的主持我做弘忍大师？是啊。啊，你找伊要做啥物啊？我希望大师指点，予我早日开悟。想不到这位少年人竟然有这么大的志向。罗公主，我看天色将暗，我又为请公主到汉县安歇，不知公主意下如何啊？这阮这个所在有较偏僻，请你唔通去遐嘛。是啊，你是阮的温柔。我应该好好招待你啊，少年人，好啦，来去。好啊，安尼就麻烦您了哦。未麻烦，罗公主，请，请，请哈。虽然唔捌你，也唔过伊人品端正。
首先可以看，确实是一位君子。这两个月来，阮阿兄、阿罗大哥。人生有八苦，其中一种叫做爱别离苦。姑娘，什么是爱别离？人生在世，自善利好，自有因缘。人啊，何必自寻烦恼？我是叫阮阿兄，伊会唔甘吗？虽然伊绝对唔是泛泛之辈，伊是无可能永远留在左后川。姑娘，你为甚物讲罗大哥伊毋是凡凡之辈？我每一工念得环境的时阵，慧玲就徛踮在我的门口。慧玲问我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既然众生皆有佛性，为什么人不能靠自己来开悟成佛？我拜佛念经这么多年，从来不捌想过这个问题。大哥，敢真正依佛有缘吗？两边相看，落雾。
净土难骗何文娇，多里相思绣娇歌，人间温暖记心中。老天，你真是无要嫁大贵啦！我袂用阁大落去，我都爱赶紧赶往红梅呀。老兄的志向真是令人尊敬啊！人各有志，难免强，临别言令不必休。老兄公，伊要起程啊！上好，慧玲，你敢了会记得献宗法师的故事吗？会记得。一定有真多考验，若是遇到困难，就是借书练心的机会，你绝对不会轻易认输啊。母亲总是好，感谢你跟我讲献宗大师的故事，你的提醒我一定会记在心内，我来去准备物件。老大哥，你的衫我保好啊，穿了无好，希望你唔通去嫌。啊，情哥，多谢你。安尼，我要来去啊。故事，无着。
明上座，请息怒啊！散开！哎呦，你这种行为，敢有像出家人？臭小子，我要让你知影我是什么人！新秀上座来啊！你哪来在做什么？上座。玄通，你讲。上座，惠明师兄伊无代无志，都骂我出气，而且阁要动手打人啊！惠明，伊讲的敢有事实？上座，你唔知影，玄通伫背后讲我的歹话。玄通，你敢有安尼做？我无，你还阁敢讲无？惠明，你敢有亲耳听到？我听讲是玄通伊讲的。伊讲你什么啊？伊讲我性地无好，讲我来这修行这么多年啊，还阁无成一个和尚。玄通，你有安尼讲过是？我。玄通，出家人不可妄语哦。有啦，你看，就是伊讲的。慧明，敢讲你无听过一念清心起，火烧功德林嘛？你心性不动。甲你讲过的故事，世尊过去世，曾经道生无撇太子啊，也终业绝世。就是因为伊在十三岁时阵，突然间想起伊的前世，迄个时阵伊也是一位国王啊，也一念之差，地主是岭南新州的百姓，我来这无要求什么物件，只求做伴。你是岭南的人，岭南是万方之地，万里之林，是要如何做伴？人有分南北。佛性哪有分南北？我甲你讲，以后这的工课拢是你爱负责，你唔通变大，知无？是。你着踮遮好好啊做代志，无事会起事，不准你在寺内来惊动，知无？是。我就看你这个南蛮子
会当伫遮做偌久？